等一个自然而然的晴天，我想要带你去海边，就留住这个瞬间，才来不及关怀之间。其实不需要深刻的语言，趁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就当是最后一次，再一次和我去冒险。我曾经画过乏味的指尖，还有冰着汽水的天，猜不到你给谁写带着海风的明信片。哦，可不可以再专心一点，请您不要心不在焉，放光夕阳还有远光没实现。还有冰镇汽水的甜，猜不到你给谁写带着海风的明信片。我可不可以再专心一点，请你不要心不在焉，等心不在焉，我却舍不得去挽留你躲闪的双眼。能不能和你竭尽全力奔跑，别回消失之前都不算终点，曾经的关于以后所有的幻想已经太遥远，被我们丢在身后的世界怎么再见。我想要带你去海边。三二一，海边！这个秀真的满分，出舞台到现在都是 MV。照片送给大家啦！大家好，我们是想带你们去海边队。
大家好，我是季布。我想在海边跳舞，你们想不想和我一起？想。OK。我有没有发现啊？我们的知府姐姐今天也是全程唱的中文，对不对？对。而且发音还是很标准的，已经超过了少芬姐。少芬姐再一次被 Q 到，内心有一张剑啊，被击中。右边，好吧，青出于蓝。大家好，那边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在海边和你们一起自拍的吴倩。吴倩，真棒！你也是。大家好，我是在海边跟你们双向奔赴的李莎明子。我还有一个来自我们队长的任务，来，请说。就是为什么要选《想去海边》这首歌？因为大家看到它是一首非常开心的歌，虽然本来它的意思是在太阳下山之前我们要追赶太阳，可能下一秒我们就知道结果，但是仍然要为它努力，所以希望把这样的开心送给大家。所以今天我们的拉票也是有一个特别的突破，对，我们把道具上上来。如果各位喜欢艾拉联创队的《想去海边》，就投送06乘风值，60秒倒计时，现在开始。他们跳一公的舞。那在我们揭晓本轮结果之前，在这个舞台上还有一位非常重要非常特殊的来宾，让我们掌声有请越南耶万集团总裁 Mr. J。 有请 Mr. J， 是专程从越南来为我们姐姐们加油助力的，欢迎 Mr. J。 欢迎学长。与此同时要问一下 Mr. J 先生，就是您之前在越南有没有看到我们乘风2023的节目，来之前有没有观看一下我们知府在节目中的表现？chương trình rất là nổi tiếng ở Việt Nam. Anh nghĩ là khán giả Việt Nam hoặc là fan của Chibu ở toàn cầu thì sẽ có cảm giác tương tự giống như anh, sẽ rất là tự hào với những gì Chibu đã làm được. This is my honor to be here in China and stand here in front of a lot of Chinese fans in this super, super big show. Like this is like a dream come true for me. And we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It's not easy for me to be confident in here because it's some way it's not Vietnam. And when I see like everybody show me love and support, it's a lot. It means so much to me. So thank you so much. Please continue to support me. Thank you. Thank you coming here for supporting me. 你们会说越南话加油吗？一起说给知府姐姐听好不好？再次把掌声送给 Mr. J， 谢谢您的到来，谢谢。Thank you， 谢谢，也感谢我们所有越南的观众，谢谢您，谢谢。